谢谢观赏，记得看到最后，有个人评论和价格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及分享，谢谢。泰面，米其林推荐，值得一试，服务员太勤劳了。半开放式的环境，打造泰国的感觉。招牌泰式汉牛浓汤盒，牛肉片半生熟，软嫩恰到好处，还有牛奶粒和牛丸，汤底浓郁，相当好喝，值得推荐。泰式虎虾炒金边粉，有四只鲜甜大虎虾，金边粉炒得很入味，麦香很吸引人。招牌泰式猪肉浓汤盒，汤底非常好喝，很香浓，越喝越顺口。河粉质地软嫩又有弹性，有很多猪肉片和丸子。猪肉碎生菜包，泰式香料拌炒的猪肉碎，加上清柠的香气，口味平衡，再以生菜包裹滋味爽口。